自己跌倒。不管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，有你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。那请你吃午饭怎么样？兄弟，机会终于来了，哈哈。怎么走路又没声音啊？有鬼啊？我能有什么鬼啊？这不是南星夏日舞会吗？拍得漂亮。听说你还跟柠檬表白了？不是我能解释啊，我跟柠檬就……哎呀，五月……没有，不是你想那样啊。看不出来，还是个海王。昨晚确实是有点误会，但是我现在确定，我跟柠檬之间只存在友情。那你跟我妹妹呢？我跟你妹还能有什么呀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兄弟，大兄弟也行了吧？满意了不？林律，你都说。物业，林律，你干什么呢？下周就要打练习赛了，可是我们的老对手，到时候还得看你表演。现在不是你想失恋的时候，快点。林律，你怎么样了？林律，是吧？怎么样？快送我医务室。好，下来。你再躺会儿，好点就自己回寝室。我要去自习了。大哥，我脚都成这样了，你好意思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不能更好意思。水，我要喝水。这一身臭汗实在是太难受了，一会儿帮我找块毛巾擦擦。别太过分啊！你就帮我擦一下吧。你是腿瘸了，不是手断了。你看啊。你看，够不到，真的够不到啊！怎么是凉水啊？没热水。哎，用力点！你杀猪啊？如果你是猪，那我确实是。哎，武正，你今天跟你妹联系了没有？你妹？我是五月。没有。那你见到她方不方便？不方便。别这样嘛。林律，在你联系五月前，我希望你搞清楚你们的关系。
是不是吴越来了？没有。哎哎，哥，你干嘛？撞得我都散架了。林律在里面吗？他不在。吴越，吴越，都是朋友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哎，他受伤了，现在需要静养。那让我去照顾他呀。吴越，吴越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照顾他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不是你真的忍心棒打鸳鸯吗？鸳鸯，吴越，你害不害臊？林律，林，吴越，吴越，里面没鸳鸯，武正，倒是有只鹌鹑，你一会儿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你干嘛呢，武正？武正，你干嘛呀？吴越。